安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交往很久，但我确定你会是我这辈子的归宿。我也知道说你之前经历过许多风雨，那我确定我是你这辈子的避风港。习惯呢是命中注定我爱你，在限时两分钟内要甩出131452020这七个数字。这有动吗？这有动吗？没有出来，我连一颗没有，是不是我这个？哎呦，这个还有陷阱哦！猜歌，猜歌！哎呀！一、二，我要吓到！哎呦！那我们第二关叫做洗手一杯子，好，开始。这在鼓吗？这真的是咖啡吗？可能咖啡豆有点苦。好，你也可以。3、2、1。哎，只有你。好了，进惩罚，进惩罚。谁啊？啊！因为他们两个是咖啡，你的是苦茶。我就知道这不是咖啡。为什么这么一般美式？哎呦！老婆，你有听到吗？有。我的爱妻宣言有五条，第一条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第二条，我保证不会在外面乱玩。第五条，我的心只有你一个，老婆我爱你，老婆可以吧？不可以。不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。老婆，我可以进来了吗？可以。老婆，你太美了。哎。只能说双方都能够礼让，而不是容忍，哦，能够采纳对方的一些意见。那希望你们两位能够携手，然后共同来完成这个家庭。我祝福你们。他们互相好就好了，没有什么。好，岳母妈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把怡真养大。那之后怡真嫁来新竹，我会很好很好的对她，然后也会常常带他们去回台北看你们。那我不会欺负她。该欺负还是要欺负，也不能太纵容她。好，爸妈，谢谢你们，
把我养大，我会自己注意在婆家的那个剧一举一动一举一动，对，嗯，谢谢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不要哭哦，就是不要哭。上红毯，但放心，我会一直对你好，一直爱着你。